各位在打坐的几个的这个姿势啊，一定要把它要求正确，要要求到位。姿势一旦呢弄错了，可能会影响你整个禅修的状况。好，第一个，你腰杆打直呢，你的蒲团的高低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腰杆挺直的那个感受。第二个呢，打坐的时候，你那个手印打的方式、放的位置，会影响到你整个的呼吸。待会呢会示范给大家看还有，我们现在呢是所谓的对面坐就向着佛龛，有些呢是面壁坐。那向着佛龛的时候，我们后面呢有窗户，有墙壁，你一定呢要保持你的正念，还有千万不能呢腰杆靠着墙壁，这样会很容易气虚。而且呢，这打坐绝对是没办法进入状况的不能靠着墙壁，腰杆要挺直来。那昏沉呢，你一定要想办法用你的意志力超越它。包括跪坐，腰杆要挺直。那刚刚有教各位一个方法，就是把眼睛睁开、打开这是。各位已经训练一段时间了，把眼睛打开了，就直视在前面的地方，不要东张西望的晃来晃去。几个的坐姿呢，各位再把它注意一下有几个人这个盘腿的姿势是不错的第一个，你这个假如穿长衫的，或者中褂，你这长衫你就往内缩。那假如呢，你这个护膝筋都在看咖不是只是这样盖着，你的呢把它盖好，收起来。一定要这样收起来，收起来，膝盖呢收紧，不能只是这样把它放着不是这样放盖着而已他这样把你把它这样盖起来呢，第一个保护你的膝盖，第二个呢才不会移动，你膝盖一滑会滑动，所以呢要赶紧给它收起来，这样抓好来。抓住之后呢，你这个响柄啊，这个呢，再往你这个大腿的这个空隙这边呢，塞进去，塞进去，都有看到吧？我希望下一次呢，大家坐姿会正确鞋子呢，就是这样放。打坐的时候呢，你的手印。右手在下，左手在上，记住，右手在下，左手在上。然后呢，结定力的时候，袂使更安呢。这样的话呢，你会胸闷，会气胸，这样是腰杆是挺不直的。它就只有一个动作是对的而已，就是放在你的肚脐的位置，双手微微的靠近你的肚子，是靠近肚子的，不是离开的，不是这样离开的，或这样，这样的话呢，纵然差那么一点点，会影响到你整个的呼吸，整个是这样缩起来，
然后含胸八倍挺起来了，这样的话感觉很松，但是呢那个萨玛迪的定向是很难成就的，定向是很难成就的。各位呢可以去观想看看，我们大雄宝殿佛陀的手放在什么位置，就是那个位置。我们这里是选佛场，你手印所摆放的位置就是跟我们现在大雄宝殿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药师如来跟阿弥陀如来的这个手放的位置是一样的。佛陀就是这样放，我们就是跟着这样放，你不要这样放这样放这样，到最后打坐是弯腰驼背，将来会成为你打坐参禅的一个禅病。你要挺起来放着位置对了，久而久之就对了，呼吸也就对了，缩下了腰杆，这个衣领呢微微的扣住，那眼睛打开，眼睛打开呢就是看着前面的地方，当你感觉到你眼睛会闪，它会自己扎眼睛，这样就好，你不用刻意去扎它，因为眼睛会有自然的这个保护作用。牙齿扣住，好，各位呢先再把这个坐姿呢再把它做一次起来，再把它调一次，这个跑掉了呢会影响你整个要禅修的那个清安，乃至呢入萨玛迪的条件。注意看，它两个是打平，脚拇指跟脚拇指呢不会靠住，然后呢你的膝盖打开跟你与肩同宽，不能太宽也不能太挤，太挤呢腰杆挺不直，好，刚好跟肩膀宽，然后一样的，你这个脚跟啊刚好呢是顶住你的环跳穴，就这样坐着，这是跪坐，可以打坐。你有些盘腿没办法，你也可以跪坐，但跪坐比盘腿还辛苦啊。腰杆要这里，腰杆要挺直，腰杆挺直，别再这样呢。你要注意这个脚拇指跟两个脚拇指的微微的扣住，微微扣住的时候呢，你的脚跟刚好跟你的环跳穴是扣在一起，会扣住你的环跳穴，它就像蒲团的意思。这个要这样打，不能这样做，没三人姐做这样呢，这样的坐姿是错的，这样你脚会受伤，而且呀、啊，没办法持久。要做这样，做久了这个筋加上右背，它才能够形成一个三角的状态。决定力。这个手摆放的位置摆对，不要摆这样，这样都会跑掉。
跪坐腰杆也是挺直的，这样坐起来你脚是不会酸痛。好，各位盘腿，然后把弥陀定一次，做一次，坐姿看看有没有做对了。就保持这样的坐姿就对了，哦，要记住每次打坐的所决定力的位置一定要结对了。你就想我们的大雄宝殿的佛像所摆的位置就是你的入定的位置，我们称为这个如来定力，又称为弥陀定力，这个解锁印啊，就是要降服你的散乱的，哦，一定要把这个坐姿要求好来，要求好来。一方面呢，可以培养你的定力；二来呢，可以修忍辱；第三呢，可以开智慧。哦，培养定力、修忍辱又开智慧。那定力够了，你的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好，保持现在这样的坐姿，把腰杆挺直了，你的任督二脉就会打开。把这样的感觉呢，把它抓住了，对而后的打坐都有帮助。好，下课。